本视频接着讲述韩国和朝鲜的历史，第二部分：朝鲜半岛和中国各王朝之间的爱恨情仇。就在百济和高句丽灭亡后，新罗开始猜忌起了自己的宗主国唐朝来了。新罗君主文武王担心唐朝会继续吞并新罗，占据整个朝鲜半岛，因此他暗中支持高句丽末代君主的外孙安顺反抗唐朝的统治，在百济故地重建了高句丽。 结果，安顺刚复国不久，再次被唐军击败，逃亡到了新罗。新罗文武王不仅收留了安顺，还公开册封他为高句丽王，并出兵从唐朝手里夺取了白起故地。文武王这一举动彻底惹怒了唐朝，于是，在公元六百七十四年，唐高宗李治任命当年在白江口海战中击败日军的大将刘仁轨为主将，出动大军征讨新罗。 以当时新罗和唐帝国的实力对比而言，如果唐朝决意吞并新罗，新罗恐怕是断无生机。不过对新罗来说十分幸运的是，为了争夺对吐谷浑的控制权，唐朝这时候和吐蕃之间爆发了战争，刘仁轨的主力被调往去了西线支援薛仁贵对付吐蕃，而此时留在朝鲜半岛的唐军只有四万人。 还有安东镇府大使李锦行和安东都护高侃分别统帅，分为了南北两军。新罗文武王抓住唐军主力西调的机会，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驻扎在南部买萧城的李锦行所部，取得了朝鲜半岛历史上所谓的买萧城大捷。不过事实上，李锦行的损失并不十分严重，很快就重新整顿了兵马，展开反击。之后三战三捷，打得新罗毫无招架之力。 在这种情况下，新罗君臣终于感受到了和唐帝国之间巨大差距。即便是唐朝仅以偏食经略朝鲜半岛，新罗仍然不是对手。因此，文武王当机立断，立刻派出使者向唐朝认错求和，称臣纳贡，请求唐朝重新册封。此时的唐朝也不愿在朝鲜半岛再多花费精力，而是希望集中精力去对付吐蕃。毕竟，西域对于唐帝国而言。 远比朝鲜半岛要重要的的多，所以唐朝也接受了新罗的求和。不过，等到李锦行所部也被调到西线去对付吐蕃之后，新罗又开始向北蚕食高句丽的故地，无暇东顾的唐朝干脆主动放弃了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到了今天的辽阳。从这之后，新罗和唐帝国之间才算是彻底的实现了和平。之后。 文武王的儿子神文王大力效仿唐朝制度，将全国分为五经九州，在全国登记户口、丈量土地，效仿唐朝的均田制，制定丁田制，效仿唐朝的科举制度，实行读书三品科的选官制度。此后，新罗国力迅速增强。到了公元八世纪中叶，新罗首都庆州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一百万，成为了当时仅次于唐朝都城长安、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 和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世界第四大城市。公元八世纪末，第三十六代新罗王年仅八岁的惠恭王幼年登基后，新罗朝政开始出现了混乱，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和贵族叛乱接连发生。在这其中，出身新罗王室远支的公义和新罗永江贞宣二人分别占据了高句丽和白济故地，建立政权，史称后高句丽和后白济。朝鲜的历史也进入了后三国时代。 不过，因为公义为人刻薄残暴，很快就失去了部下们的支持。后高句丽的将领们发动兵变，杀死了公义，然后拥戴后高句丽大将王建为君主。王建登基之后，定都开城，将国号改为了高丽。此后，高丽这一称呼就成为了朝鲜半岛许多土特产的代表词，比如像什么高丽参、高丽巷子酒、高丽红缎等等。之后，在后白济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 新罗选择了投靠高丽，末代新罗王金富将王位献给了高丽太祖王建，并将堂妹也嫁给了王建，而王建也允诺新罗贵族们的权益不变，进一步巩固了对新罗地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国力强盛的后百济也出现了问题。后百济王贞宣因为宠爱庶子真金刚，想要立他为继承人，结果引起了三个嫡子的强烈不满。 于是，在两个同母弟弟的怂恿下，甄宣的嫡长子甄神剑发动政变，囚禁了父亲，杀死了一母弟弟甄金刚，自立为王。三个月之后，甄宣找了个机会逃了出来，跑到高丽请求王建出兵后百济，帮助自己讨伐逆子。而高丽太祖王建听说甄宣来投靠，大喜过望，亲自迎接，尊大自己十岁的甄宣为上父，位在高丽百官之上，并答应出兵后百济。 公元九百三十六年，王建起兵十万，以太子王武为先锋，亲征后白起。真神剑三兄弟相继兵败被俘，后白起随之灭亡。三国时代宣告结束，半岛历史也进入了高丽时代。此后，朝鲜半岛终于享受了一段难有的和平统一时期。高丽也在和平的环境中，经济文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到了公元九百九十三年五月，与高丽交好的女真人通报高丽。 说辽国正在密谋入侵高丽，然而高丽并没有相信这份重要的情报。直到十月，辽国驸马萧恒德率军八十万攻占了高丽的彭山郡，侵入高丽境内，高丽朝廷才紧急筹备御敌之策。高丽的内侍侍郎徐熙认为，辽军此次前来并不是要开疆扩土，只是想要高丽臣服，因此主动请缨出使辽营进行和谈。恰好这个时候。 高丽军队在安州以少胜多击败了辽军，也为和谈创造了可能。于是徐熙前往辽营面见萧恒德。萧恒德提出，高丽源自新罗，不该占据高句丽故地。昔日高句丽故土也大半都在辽国版图之内，因此高丽应该将所占的剩余高句丽旧地交还给辽国。而徐熙则表示，高丽以高句丽的简称作为国号，以高句丽的故都平壤为西京。 当然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占据高句丽故地理所应当。这场谈判恐怕是中韩两国之间关于高句丽的历史归属做的最早的一次官方交涉。经过谈判，辽朝放弃了入侵高丽的打算，而作为交换，高丽则向辽朝称臣纳贡，断绝和北宋的一切往来。之后，高丽和辽国之间围绕着鸭绿江南岸的控制权，仍然爆发过几次冲突。 不过总体上还算是维持了和平，也正因为如此，高丽的武将地位开始下降，文臣开始垄断了国家权力。高丽的重文轻武现象在义宗在位期间达到了极致，因此心怀不满的高级将领们发动兵变，废除了义宗，改立义宗的弟弟王浩继位，就是高丽明宗。而明宗的继位标志着朝鲜历史上延续了一百年的武臣政治也随之开始。武臣政治建立之后。 主导政权的几位高级将领之间又爆发了权力斗争，最终在明宗二十六年（公元1196年），摄将军崔忠宪杀死了掌权的李一民，夺取了政权。之后，崔忠宪祖孙四代执掌高丽实权长达六十二年，被称为崔氏政权。在崔氏政权建立的同时，成吉思汗兴起于蒙古草原，之后蒙古骑兵吞金灭宋，可以说是驰骋欧亚，所向披靡。 到了蒙古第五代大汗忽必烈的时候，蒙古派出使者要求高丽臣服，但遭到了高丽的断然拒绝。于是，蒙古大军开始入侵高丽，两国之间爆发了九次战争。一方面，高丽军队根本不是蒙古骑兵的对手，所以被打得丧失失地，降将如潮。蒙古也在征服的朝鲜半岛上设立了双城总管府进行统治。不过，另一方面， 蒙古人作为草原民族，面对大海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因此，高丽朝廷将首都迁到了江华岛，称为江都，继续坚持抵抗。到了公元一千二百五十八年的时候，主张亲蒙的将领发动兵变，杀死了坚决抵抗蒙古的崔氏末代首领崔义。两年之后，亲蒙的元宗继位，立刻就向蒙古臣服，并亲自携带世子去朝见忽必烈。 此后的历代高丽国王都会迎娶蒙古公主为王后，高丽公主和高丽贵族女子也会被当作贡女送给元朝皇帝做嫔妃。更重要的是，高丽世子也会从小被送到元大都作为元朝的人质，接受蒙古人的洗脑教育，直到成年才让其返回高丽。公元一千三百八十八年。 已经将蒙古人重新逐回漠北的明太祖朱元璋，在昔日元朝的双城总管府设立铁岭卫，并且派人通知高丽，要求高丽改奉明朝为征硕。然而，高丽君主王吴不仅拒绝了明朝的要求，而且派出了右军都统使李成桂率军渡过鸭绿江，出兵辽东。李成桂因为粮草不济，又行军困难，奏请回师，但却被王吴拒绝。 于是，李成贵违抗王命，率军回到开城，废除了王吴的王位。李成贵也在亲信的拥戴之下登基称王，同时向明朝派出了请求册封的使者。在李成贵一再遣使恳求的情况下，朱元璋也被李成贵的忠心所触动，就以朝日先明之国的美好寓意，将高丽的国号改为朝鲜。 并且允许李成桂以全职朝鲜国师的名义执掌朝鲜政权，朝鲜半岛的历史也进入了最后一个封建时代——李氏朝鲜时代。